你不要推我，我拍不要这样，你不要推我。你不要上我的桌子。就好了，进来，进来，举牌就好了。你刚刚把这个压死，四个警察压在一个小孩身上。你执法过当，你知不知道？来，慢点。他还要什么？我这不当得利，什么诉讼费、车钱费，我们这是民众，就是没有钱了。有钱怎么会给你们？因为是有钱给你们的五年不当得利呀、啊。这明明是他们的过失，怎么可能把这个责任推到我们的头上呢？啊，我现在呢，是说真的，这个房子将近60年了。那我为了这个房子呢，也是就我个人来讲，银行账户对接冻结，工作呢也失去了工作。现在呢，我是唯一的什么呢？只剩下一条命。我们。也不是很希望用这种抗争的方式去做跟像在现在这些政府单位沟通的机会，但是我们透过协调，我们透过协调的方式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从今年的一月多到立院去做跟退辅会还有跟立法委员跟相关部会去做协调，当时的决议就是要求去做暂缓的一切后续处理，那还要求就是说这边应该要等到人权咨询委员会就是开完会之后再去看说这边后面大观社区应该要怎样去做一个更妥善的一个处置，但是开完这样的一个协调会之后，我们马上在2月过完年收到的就是他即将在4月拆除移点交户的一个通知，那接下来我们4月进去在人权咨询委员会列席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就有关大观社区这边后面应该要怎样去被妥善的处理这样子，然后在当下的会议决议也是说，今天退辅会应该要循着原地续住，甚至说如果这个方式不可行的话，后面还有安置，甚至说后面甚至赔偿的相关的一些处置作为。那当下也有被要求，就是退辅会也有被要求说，今天他原先提出这个原地续住不可行的地方在哪里？要拿出确切的一个记录或者是他的评估结果出来，但是我们从4月20号开会至今，当下退辅会原先是说他一个礼拜内就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但是已经过了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评估。在5月4号那一天，大观事件自救会到林全家去澄清，希望林全身为堂堂行政院的首长要来倾听我们大观事件我们人民的声音，没想到院长头也不回的上车就开走了，完全不理会我们自救会的抗议。更过分的是，在我们抗议完之后，行政院的发言人徐国勇还不明就里的表示说大观社区没有人权问题，你们觉得他这样说对吗？不对，大观事件就是一个人权问题哦，所以他们还遭到了人权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跟台权会居住权的委员打脸，他们说行政院的无知是国家的灾难。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总统府就是要强力的要求蔡英文，你身为总统必须要负起责任，尽速出面解决大观社区的破迁争议，而不是一味的把长期执政的错误还有所应该要承担的责任都推给前朝，希望他们给我们一个安定的家庭，不要把我们的挡风遮雨的地方撤掉当一个草地，给都不给我们住，让那次蚊子来咬也不给我们住，难道我们这个人不是中华人民的民众吗？你难道你不来以那个人权两个月的方法处理吗？你们为什么要逼到大观居民无法生存下去呢？如果有强撤这一天，我会跟这个房子同归于尽，抗争。
看到哦，整个福州正在做全面性的发展。大坤社区，好、哦，之所以遭到破迁，也正是这个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哦、纳入人民的想象，所以我们才看到今天退府会哦，以及政府哦，用这样的手段哦，来破迁居民。反破迁！反破迁！要加油！要加油！反破迁！反破迁！要加油！要加油！反破迁！反破迁！要加油！要加油！反破迁！反破迁！要加油！总统出来面对！别当缩头乌龟！别当缩头乌龟！总统出来面对！总统出来面对！别当缩头乌龟！别当缩头乌龟！今天对于大湾社区的事情，到底了不了解？总统府到底了不了解大湾社区？没有授权针对这个议题。哦，所以你这样讲的，哦，你这样讲的是哦，就表示哦，你没有决定权，是不是？是来收受陈情书。这里也听到了哦，我们居民哦，以及自救会哦，不会接受这样子的陈情啊。我们就是知道，今天总统府哦，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哦来接受陈情，到时候我们问蔡英文，他只会说哦，我听到了，哦，我知道大湾社区要破迁，但是实际回应是什么？根本没有，根本没有，还是一样放任我们，放任我们遭受到退府会的破迁。向蔡大哥在即，总统解决争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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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小姐，慢慢来，小姐，交通交给你们了。慢破迁。